出生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，叫做苗郭绿town。那都没有文化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 gallery， 然后呢，什么艺术magazine 书啊，都可能有，我没有去，因为我不是那种看书的小孩。等到快毕业中学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觉得，哎，我画图还不错，数学也不错，他们都建议说念建筑。那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建筑师。其实呢，假如你回想，我应该是念艺术。因为我没有特别去念那个艺术，所以呢也不知道怎么下手，也没有一些 technique 去发展了，所以呢唯一我知道的就是素描嘛，看每个人都会看到什么你就画，所以我就这样子一直做，然后开始旅行的时候我也带了一本簿子就画，但是呢我有自己一个 discipline， 说你不要把它擦，不要擦。刚开始没有把握用铅笔，也没有擦，不要擦，就是不要动你那个线条下去，就这样子画。比如说最后的几张，就是我们到那个桂林的时候，在船上很 boring， 差不多有4-6个钟头啊。我一开始就是拿一根簿子，因为很多山又船 move 得很快，那我就是几笔这样子啊，每一次不同的 view 的时候我就画几张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我会更喜欢，就是你已经把你看到的东西简化到几个线条。画到那个程度的话呢，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够，就是说我应该去构想，不要说你只是画你看到的，那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呢，你画的人啊就不要很像一个人，就是你自己加一些东西下去，比如说我对那个外国人那个胡子，很粗的胡子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每次画都会加一点，或者是那种whisker， 就是男生每到下午大家都有 whisker， 他们好像叫做 5 o'clock shadow。 那这样子画了又想到好像不够，是不是要开始 painting 这类用 brush， 笔跟 brush 的感觉非常不一样，所以呢我就试试看，开始的时候也很不敢到底是怎么做，所以我就开始画小张的，这样子压力比较少，但是每一张都要经过构想，所以就经过草图，就是经过那个阶段才会上，不管是做什么雕塑、painting、drawing， 这些都要有一个草图。别的艺术家好像他们就马上上图，这个我不行。就可能是不是因为念建筑的影响，就是说每一次要设计啊，你要经过草图，所以这个好像也有一点关系。另外一个就是做 collage， 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了 collage 用 painting 或者是用线条画不出来，但是 collage 的话呢，你就很快的把它，因为我是剪我喜欢的，比如说看到这个杂志，这个 composition， 这个lettering 什么，我很喜欢，平时我就是在想要做这样就撕起来。所以一步一步，所以做草图的 collage 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我做了一个大概的 OK， 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动物，我差不多知道说这个形状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开始去剪贴剪，一剪出来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，因为你剪出来的纸
跟你想象的颜色什么，就开始变得好像比你想的更好，好玩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好像就是这个 is more than I expected。所以呢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因为我雕塑，我是从 cardboard 开始，然后进到 sheet metal。觉得这个 sheet metal 对我很有兴趣，因为它很薄，而且要把它弄成那个立体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好玩，因为好像你把纸弄成一个 sculpture 没有厚度的，因为我们平时眼睛看的东西都有厚度，都有透视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把它 translate 到一个 sheet metal 呢？没有厚度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，有很多 creativity 在里面，就是很自然的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。比如说 shoebox 没事，买了 shoebox， 鞋盒子，有一天看起来这个好像蛮不错，就开始把它剪了，那个折这样子，就变成一个黏，所以那个也做了一个系列。我在做草图的时候构想啊，我一定要把那个图啊很清楚的在我的脑筋要怎么表现，但是我尽量避免透视，因为以前画的透视图很杂很复杂，很清楚的交代，这现在呢我就不要这样子，我要反而相反，我要弄得你有一点看得不出来，但是我一讲破你就看得很清楚这样子。所以呢在构图的时候这个很重要，我做的时候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故意给人家模糊掉，说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一讲破你就看原来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变成我的主题。而且呢我要给人家看了很轻松，我觉得你在做画的时候呢，不管是哪一类啊，你就是不要 please 每一个人，你只要 please 你自己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你就觉得，我做到这程度，就是我做的程度已经够了。我喜欢这个，你就要对你的信心说 ，OK， this is it。你也不要加太多，也不要减太多，你就是做到这个程度，你就停下来。Let's present 你的作品，这样子够了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越来越有趣，这样子。